尽在运通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投资朋友见面了。今天礼拜一，对有些人来讲是怎么样？幸好今天要上班。对有些人来讲，今天是为什么今天要上班？因为怎么样？今天大盘跌了105点。很多投资朋友在收盘以后都说，今天为什么要开盘呢？今天如果不开盘的话，就不会跌105点了。但是，对我的会员来讲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啊，我跟我很多金钻会员联络，一听到今天要上班上课，我们都讲怎么样？我们都讲加载哦，加载今天你爱上班哦。为什么？各位投资朋友，这是什么股票？来，我们拉近一点，还记得吗？丹锦二，我当时怎么讲的？我说丹锦二股价还不到净值的一半，还记得吗？今年前二季、前两季的 EPS 是去年全年的26倍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吗 ？K 线形态是标准的头肩底，我已经讲到这边啊，各位投资朋友。还记不记得？结果，加载哦，加载，今天你爱上班哦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不是少赚了这一只涨停吗？各位投资朋友，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在看到这一支股票的时候，心里一定会想，怎么办？你又少赚了。其实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少赚了又岂止是中泰山而已。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一支股票，我所有的会员都有买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少赚的岂止是中泰山而已。最近两个月以来，为什么说最近两个月？因为我梁老师上节目，上运通的这个节目，到今天为止，到上个礼拜五为止，怎么样？刚好满两个月嘛。那最近两个月以来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所告诉你的股票，捷泰10块钱涨到13块，有买的人都赚钱。听说今天捷泰又涨停了，你是心里想，今天幸好有上班的投资朋友呢，还是心里想，今天为什么要开盘的投资朋友呢？10块钱的捷泰涨到13块，有买的人都赚钱。我梁老师从7月21号上节目到今天，各位投资朋友，8月1号讲的捷泰，今天又涨停。8月4号讲的日值，12块涨到16块，一样有买的人都赚钱。8月6号松上10块涨到15块，有买的人都赚钱。多一个人没赚到钱，你跟他讲，8月11号 F 科加32块涨到63块，有买的人都赚钱。丹锦77块涨到166块，有买的人都赚钱。如果
这两个月以来，这些股票，我们不要说你每一只都有买，只要其中一只、两只你有买的话，那今天大盘跌了105点，你敢有惊？为什么今天大盘跌了105点？很多人会怕，因为怎么样？最近几个月，很多人都没有赚到钱，很多人都在观望，甚至亏钱，所以大盘一跌个105点，很多人怎么样？哦，惊啊！我说你少赚了，又难道只有中泰山吗？啊？我说每次很奇怪，我讲了股票，其他老师都不讲，啊，不讲他就怎么样？拼命涨，对不对？涨上来以后，哎，奇怪，其他老师又跟着讲，有没有？科嘉，我当初我讲的时候，其他老师都不爱讲，很多老师还怎么样？还笑我，有没有？32块嘛，结果怎么样？涨到63块，奇怪，其他老师怎么样？都跟着讲，单井也是一样，70几块，对不对？都不讲，结果涨到160块，每个老师都说他有单井。我们不要说这些股票让你赚多少钱了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以怎么样？今天大盘跌了105点，捷泰给你涨停板，中泰山给他涨停板。我说这样的老师你要去哪里找啊？台面上200多位、300多位老师，大家拢这样讲哎。但是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天大盘跌了105点，对不对？其他老师在讲什么股票，我是不知道啦。但是我讲过的股票，我一定会怎么样帮你追踪嘛。其他老师在讲的股票，哦，给那你今天怎么样表现，哦，你看得到嘛？对不？今天涨停才几间呀？今天涨停才多少家而已？上市公司涨停了9家，上柜公司涨停11家，加起来，拢总加起来，千几支股票，拢总啊啦。拢做啊，20支股票涨停板而已。那我梁老师，我也没有说这20只股票都是我的嘛。这就够嘛。这就是你要的，不是吗？啊！现在很多老师会安慰你，你们的股票今天跌，因为怎么样？大盘跌，因为政府对你不好，反正都不是他的错。我说这不是办法，对不对？股票跌，大盘跌，为什么我的股票要跟大盘一样呢？哈！大盘跌了100点，为什么我的股票要跟大盘一样呢？证券交易法上面有写，股票的走势要跟大盘的走势一样吗？没有嘛！啊？当初在讲完怎么样？讲完单井之后有没有？我讲过，那个时候我单井都没有买，我说没有关系嘛，我怎么样？我再给你一只叫单井二嘛，你没有买到单井没关系嘛，我也告诉你不要再去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没有买到单井，77块你没有买单井，166块你就不要追了嘛，我再给你怎么样？再给你另外一只单井二嘛，啊，那不是赶快的意思，今天呢？我在讲中泰山那一天一样，所有老师的节目我都看过了，没有人在讲。我告诉你，等到中泰山哦，哪一天其他老师又开始讲了，我说很奇怪，这些老师怎么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呢、啊、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帮我抬轿呢？捷泰我在讲的时候其他老师都不讲，后来都帮我抬轿，拼命讲。松上，我在讲的时候，其他老师都不讲，后来都拼命讲，帮我抬轿。科
一样，我在讲的时候没有其他老师在讲，后来怎么样涨上来了，所有老师都拼命讲，帮我抬轿单紧77块，其他老师都没在说，涨到166块，其他老师拼命讲，帮我抬轿。哪天哦，这一只股票，其他老师又来帮我抬轿了。你单井没赚到，对不对？你单井没赚到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再给你一只怎么样？单井肉嘛，当时怎么样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有没有告诉你？哎，我有没有告诉你单井肉？当时的股价还不到净值的一半，哎，你看看当时股价多少钱？啊，才2块多，有没有？那当时。有没有9月16号它的每股净值多少？5.39，是不到净值的一半。我有乱讲吗？啊，今年前两季的 EPS， 今年前两季的 EPS 有没有看到？到第二季前两季的 EPS， 这是累计的，有没有？每股纯益0.26元，那去年全年这也是累计的，才多少钱？0.01，是不是26倍？K 线形态标准的头肩底，我已经讲了这么明啊，我已经讲了那么明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啊，给他一点，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大盘跌了105点，你不管是在号子里面，不管是在路上。你看到怎么样还会笑得出来的，一定是我的会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办啊？你单井没赚到，单井二又没赚到。礼拜五的时候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一只股票？你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就从这一只股票开始，有没有？迎头赶上正式时候就从这一只股票开始，有没有？加油加油加油，就从这一只股票开始。啊，这一股票，这一只股票啊，这一只股票啊，这一只股票啊，拉近。会不会是单井三啊？反正你在观望，你只能看着我们赚钱，你只能看着我们赚钱，你还要看多久？你从捷泰看到它涨30%，你从松上看到它涨50%，你从日齿看到它涨30%。你从科家看到它涨1倍，你从丹锦看到它涨1倍，你从中泰山看到它今天涨了2根涨停板了，捷泰今天又涨停了。你要看到什么时候？我说，如果你怎么样？我说你踏出成功的第一步，永远都怎么样？不嫌迟嘛，对不对？我还告诉你，你踏出成功的第一步，就从这一只股票开始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只股票今天怎么样？有压不住的感觉。这一只股票今天有压不住的感觉，我来讲你应该明啊哈。你要不要迎头赶上？你要不要跨出成功的第一步？你要不要加油？加油！再加油！这一只股票会不会是？拉近一点，单井三。各位小朋友，最近2个月，你每天看，每天看，每天看，日齿我也有讲，捷泰我也有讲，松上我也有讲，科家我也有讲，单井我也有讲，我就讲这几只股票嘛。我们不要说你每一只都有买，对不？如果你一只两只你有买，今天大盘跌了105点。你会怕吗？你会怕吗？但其实都没被，我不知道你买什么股票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赚钱了，但是各位投资朋友，
果你今年都没有赚到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听我一句话，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就从这一只股票开始，好不好？这一只股票今天有压不住的感觉，话我讲到这个地方，你要不要迎头赶上？就从这只股票开始，你要不要加油？加油再加油！就从这只股票开始，这一只股票会不会是淡景山？你不要问那么多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一只股票明天可能是最后的进场点。今天我为了这一只股票，上个礼拜五我是不是给你惊喜价？电话报线，800多通。今天看在大盘跌了105点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上个礼拜五我告诉你的这一只股票，今天有压不住的感觉，明天早盘可能就是你最后进场的机会。上个礼拜五的惊喜价，今天我再延一天。上个礼拜五什么样的惊喜价？你赶快跟我的助理联络。最近两个月都没有赚到钱的投资朋友，没有关系，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就从这只股票开始。你要不要迎头赶下赶上？你来做个决定。你要不要替自己加油加油再加油？你来做个决定。上个礼拜五的惊喜价，赶快打个电话问问我的助理。上个礼拜五的惊喜价，今天我再延一天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，谢谢。海湾城市难得一见的新江南园林大院，汤泉国际海湾造镇，江南园林山海豪景，台北湾 Number Six 江南大宅，2805-9898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最气听，先用气听五分钟。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。各位投资朋友，这里下，这都是钱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也是钱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还是钱啊。啊，这是啥？这当然嘛是钱嘛，对不？啊，这里。啊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上个礼拜五，今天，你不要看我翻得这么轻松，这些股票哪一支我没有讲？你告诉我，大家也有讲，讲的时阵，对不？其他老师怎么样都没有在讲。等到他怎么样大涨一段之后，其他老师拼命帮我抬轿，
有买的人都赚钱，那你不买，你叫我怎么帮你？那当然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不是叫你再去买捷泰，我不是叫你再去买日驰，我不是叫你再去买松上，我也不是叫你再去买科嘉，我更不是叫你再去买丹锦。有人讲，梁老师，每次看到你怎么样？这几只股票我目屎给要连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无买。那你没买，你能够怪我吗？你干嘛在怪我？哈？我股票如果我无讲，对不对？但是股票我有讲，那你没有买，你没有跟，那你能够，你干嘛在怪我？我已经讲那么明显了，对不对？单井二嘛，有无？今天我说我最喜欢这种盘式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盘式，哪一个老师真的能够帮你的忙，你才看得出来。股票大涨的时候，很多股票的很多老师的股票都有涨，对不？你不知道要找哪一个老师，但是这种大盘涨了105点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样的老师你要去哪里找？上个礼拜五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你要不要跨出成功的第一步？你来做个决定，还是你要怎么样继续看两个月？你要不要迎头赶上？你来做个决定，还是你要怎么样继续过单两个月？你要不要逼自己加油？啊？还是你要怎么样再等两个月？两个月。两个月，两个月怎么样？两个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呢，哈，两个月可以赚很多钱呢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两个月，哈，两个月你每天看，每天看，对不？57台、58台，我说我的股票57台、58台都不会讲，但是我的股票怎么样？就是会飙，这就够了，会赚钱的股票。不用讲太多，不会赚钱的股票，你讲再多都没有用。你应该能够体会我讲这句话的意思。宏达电1300的时候，57台、58台，告诉你会到2000，跌到100多，57台、58台有没有安慰过你？各位朋友。我说做节目要有良心嘛，对不？当然57台、58台，现在老师马龙就搞讲哎，但是重点在什么地方？他讲的股票能不能让你赚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张股票，我说这一只股票今天已经有压不下去的感觉，话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，迎头赶上。正是时候，你不要问我这一支股票是不是单井三啊，哈，这一支股票是不是单井三不重要，如果你不买的话，它就算是单井八、单井九都不重要，就像之前日驰你不买的话那就不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一支股票你不要问我是不是单井三，好不好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一支股票你能不能跨出成功的第一步，就看你自己。当时啊，我在讲日驰的时候，讲松上的时候，讲科嘉的时候，讲丹锦的时候，你如果能够跨出这成功的第一步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就不是只有这一份身家，你的身家，你的身价就不是只有今天这个样子了。好，这一档股票，我再讲一遍，好不好？今天。已经有压不下去的感觉，明天，哦，说不定是他最后的进场点。哇！我只讲到这个地方。今天我为了这一只股票，上个礼拜五的惊喜价，我再延一天。明天你再打电话进来，很抱歉，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之前你都没有赚到钱的话，我说。你就从这一支股票开始，你听我梁老师一句话，
有好无歹。明天这一支股票最后的进场点，好好把握上个礼拜五的惊喜价，今天再延一天，明天结束好不好？今天再延一天，惊喜价好好把握，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谢谢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好，谁说了算？我是物流专家，让全球热爱 MIT 产品。我是 K, very good. 我是 Dr. Beauty, 让世界都变美。我是 Happy 达人，让香蕉皮变成抗忧郁保健食品。自由经济示范区才是台湾的潮，既在地又有竞争力，一起潮吧！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志玲啊，你人不爽快哦？这可能是那个机电把那个电磁波害的啦。你别遐讲啦，没知识哦，嘛爱看电视。咱厝内底电视、电磁炉，只要讲。